这样子一路往回猜，对哦，好哦，会不会好一点？好，敢小心死哦，小队，心左哦！边，左左边边，在分支了，敢死队，对啊，左边好夸张哦，左边吗？好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对面好像有人 say your name 了，刚刚，嘿，刚刚，刚刚，中路守住了，好，那左右路加油。哟吼！右路正在猜，想射我？中路有一个人在为什下么面刚刚你还啊！要盖过去？可以猜了，可以猜了。我怕你好，我好怕你啊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OK 的。我是敢死队，他们有人要过预去判喽，走刚位，刚小心，中，预判走位。射歪他，哇，他盖三隔墙，大家现在狂射我，一大堆箭矢在瞄我，干 嘛这哇，样啊？你们没关系没关系，预判变得很有人你气。不用完全拆掉嘛，你就可以对啊，某些地方我拆是掉，然后再赶快后退再拆。OK。我红了，真的，太帅了！红的感觉如何？不错不错，好开心哦！虽然我觉得我深陷危机。深陷危机，中！那是刚刚哦，我刚才本来差点要射下去，我说这是谁啊？你也射不下去啊！射到也没关系，死不了。啊，刚刚这样好危险哦！好了，太溜啦！拆猜的掉差他不们右多路了，了吗？哎呦，猜了猜他了，射中第一箭，他会了。巧克力小心左哦。边可以好，吗？我没死，我来陪你了。好，你陪我。那后面有一个人，有看到还在盖那个，我躲，那趁我躲，应我该躲。盖出去。哎呦，躲不掉！哎呦，掉下来了。把他们都盖墙，这样我都不能骚扰。我去狙一下人哦，人在那好，个。嗨，嗨，喂，左边有那个，左边有狙击手，晨晨，对，左左边是边很左讨厌。边，我来用。刚刚不要，那是我辛苦盖的，谁管你啊？射死他晨们！晨，你先撑一下，我去拿一点羊毛。你以为换个窗户我就射不到你了吗？没让我射到上面了。哎呦，被人家射下来了！这里可以，你换再多窗户我都射得到你。哎我咻！回不去了，队友们，我没有回羊不去毛。了。你没有羊毛了。对，我要自杀了，不要不要不再要见不要不要！了大省钱家，省钱！谢谢大啊！家，终于弄死了。太帅了！奉献牺牲，太困难了，我去狙一下人。巧克力的全身都是针。其实我们现在有蛮多经济的，只是感觉我有怎点么难进攻。1000多块啊？对，为什么那么多钱中路也太多人了。我收到，我收到，碎。有人往左边吗？娘娘，你是几阶攻啊？二刚阶。刚，刚刚在左边，刚刚你小心哦。我知道，哇，为什么这样？不要说啊，不要说啊，不要说啊！哎，耶，他在瞄我，等一下，他在瞄我。被还行发吗？还行现吗？了，不该说的，被可听是他到。们不知道，他们听不到啊，不是会有那个吗？延迟吗？延迟就10秒多而已啊。那个我才左刚边好讲像耶，有看到人哦，左边要小心。没事，米菲，米菲，你好歹穿件衣服嘛。我没穿衣服吗？对对，为啊，什你整么？个赤裸的，我看都觉得不太好啊。朵颗粒好出啦，来了，我去朵穿颗粒，衣服嘛。巧克力，巧克力，你这边，这里有朵颗粒，他盖过来，他盖过来，他盖过来哇，了。揍他，揍哇，他！有他死，还有镐哎，呜呜，但是要直冲哎，我去捡对他的啊。镐。有办小心法，我哦！看好像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了。有弓，有弓，有弓，Jump！那有婆吗？那弓应该只有一是阶吧？是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弓，我回去回个血。好，奶奶小心。
现在需要代购吗？我有1800、1300。哇吼！你可以换个稿子放在箱子里。啊！我掉下去了。刚刚也挂了。我们现在他们中路的那个两三个狙击手有点烦呐、啊。真的。那个狙击手我已经有在搞他了。不然鸟鸟你也可以换三阶弓啊。Yeah, bye. 我买错东西了，算了，放仓库备用好了。我想问那个异态金钥匙是做什么的？回复要它可以短暂的回血，然后主要是加速，加速大概有30秒吧，不确定。回复药水大概只有5秒而已，他主要就是喝了然后冲锋陷阵。他们在盖中间哦，中间小心。哦，那是杠杠。OK， 我们那个左边后方，他绕到后面了。我看到，你可以把它射掉吗？可以。中间。好，我去哪里？中间来了。对，来了。他们走过来了，對很近。啊 ！shit！ 来了，走进来了，他过来了。武器！等，打下去，把他打下去！哎，哇！哎，为什么旁边？为什么？有人！为什么？放我来看你们！为什么？原来偷袭，原来前方还有右边、左边，哪里？出来，中路出来，左边有人在埋伏。为什么？后面。你想干嘛？给我下去！为什么？你不要过来！我们的队友，我被偷袭了！不，难道有人在上面？他下去了。他们从哪里来的、啊？不知道。我也是啊，被偷袭了！哇！两次都是没注意到，我还想要绕过去偷袭他们。完了！那 Fantastic 超强，两次核心都他敲的。中间啊，那个直线，他们从那里直接跳过来。跳！他们也盖过来，直接跳过来了。啊！哇！啊！哇！中间没有注意到。复仇战失败。那个，他们刚刚中间的射手很强哎、就是，而且他们射手很多，然后盖的堡垒也很不错。嗯，好吧，那个看来我们不能六打八，我们只能六打六了。哎呀，六打八太硬了。我们认输。刚才不好意思说吗？事实证明，天空突袭战是不能以少打多了，输了，不能让观众了。我们巧克力说巧巧 SP4 太嚣张了，对啊，欢迎批观众啊，这个玩过就不用再玩，我们给下一批。超坏，太难过了。这个声音原本是什么？中间有爆炸的声音吗？对，嗯，哎，声音小，怎么讲？怎么调到了？拍子没有重置，没有。我在想一件事情，它其实可以四对竞赛。嗯，巧克力，嘿，玩过两场之后，我有一个鬼主意。你觉得怎样？你们要不要放生我，让我自己去行动试试看？什么一场的意思？我有鬼主意，我有新的点。你有新的点子？我没有，我现在在想的是，他可以四对竞赛，我们要不要6打6打6打6？这么嗨？太多了，四不进赞助吗？24个人其实可以啊，你们觉得嘞？不知道，哎，汪觉得嘞？都可以啊。都可以，是不是？只是如果你们要这样玩的话，可能用不到我刚想到的那个战术，就是。没关系啊，有机会还可以再玩啊。我们来那个6打6打6打6。好哦。对啊，这一批观众要玩也可以，但就重新抢，好吧？我们就全部重新抢。呜
他说见面杀不掉你，天空杀掉你，超有复仇心的。天哪，三对一啊！来来，先关掉，先重启 IP。好，你关。还是让 JP 观众也可以继续啊，反正等一下就是洗的、啊。这样子 IP 也不用重新，我怕 IP 重新光光，刚刚等一下又出事。我也觉得。等一下，那现在的重点是 RC 要分多分三个房。这狗吧，喵屁哦。喵。一二三，我来想一下哦。这要怎么分啊？随机分的。对啊，观众是随机分配，那我们就先站好位置。好。妈。可以进去了吗？没。我重开好了。哦。哎，那个村民队伍也可以进去。我来输个密码吧。怎么？大概想到了。村民队伍86/24，哎，六十八，所以还要再十个人，对不对 ？OK。那刚刚那批观众还要继续吗？给他们继续啊！好歹他们也是赢了我们两场、啊，就再开放十个人进入村民队伍啊！十二个还是十个？十个啊，十个，对，因为对还有60/18嘛，总共要十八个观众，所以可以再十个人来玩，密码是。听十，好不好？哦，我被观众打下去，没关系，我再爬一次。听十，哎，6v6v6v6，6v6v6v6。我也是觉得我们会被打爆啊，他们一定都会想要打我们，可是事事难预料。刚刚的那八个人也不会再同一队啊。哦，门开了。四个队伍，我们要什么颜色？我觉得绿的有点久了，我们选时代力量好不好？好，什么是时代力量？好好好，橘色。现在刚刚讲 IP 是这个，送。嗨，大家嗨嗨嗨！哎，谁偷摸我？你偷摸我？啊！橘色是我们嘛？哦，那等一下就是随机分配，然后我们随机完之后，我们都还是进橘的。如果原本是在橘队观众，就请。那我们两个是同队，我们可以弄他。对，我们就去就补位，好不好？打不下去，太难了。快，看看我们一起弄他们，三个都是橘的，快！所以有绿紫红是敌对的。下去了。呵呵呵，你在做坏事。哦，我在做坏事啊。哦，我被揍了，他揍我。欸，我放你上来，你把我打下去。不是我，我打不到你啦。欸，是另外一个刚蓝色衣服那一个。哦，是很坏的人。哇，刚刚输了。对，我被打下去了。而且 还把我的队伍也打掉了。哦，这个聪明，会上会打。小心被人惦记了。这边很凶啊，这一只最凶，这一只最凶。那只很凶。对，那一只很凶。汪汪他弟超凶的。虐他。我就手动帮观众分队好不好？刚刚的八个人，两个人剃掉。对。哎、欸，那 ID 巧克力。干嘛？有一个观众他就好像哦，不然我打错人，不好意思。打哎、欸！我放你上来，你又打我。身为裸克力，就要有去、欸、你要打我去新队伍的本事。好，另外一个 ID 叫做夜神月，感觉就很强。团呢、啊？夜神月，夜神月。他在 RC 的 ID。好，所以他有死亡笔记。楼上根本斗阵广场哎、欸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啊！我做错事了，我忘了改密码就把。
我也被坐下去了。其实下面蛮安全的，我在下面待好久。完蛋了，我做错事了。你那个下面也太偏激了吧？怎么了？就是我 RC 密码还没改掉，就把村民队伍的人移走，结果又补一些新的观众。那个新来的就没有了，刚刚进来的十个才是要玩的。好啊，所以这边